第八题，请问现代智慧型手机内的电池最有可能为下列何者？这算是生活基本常识。我们现在手机的电池都是用锂电池，因为它的电量充足，那么可以呢反复的充电，同时呢它又没有记忆性。所以呢，第八题问我们说，现代型智慧型手机内的电池最有可能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锂离子电池。